然后动一下要停的吗？停在原地。对啊，有时候死角啊。如果说从外地来的话，要动就停了。应该是侦测到障碍物吧。超级老表，很痛啊！那你当再进你再就停，因为很危险。还是大哥，你要想是享受被撞的感觉。所以看起来它感应还蛮灵敏的，可以侦测到前面的。我想要看那个死角区，突然冒出一只猫怎么办？这种效果，昨天都有测试过吧。这种临时实在像这种突然冒出一只猫冲去抓那只脚，谁效果？啊，行吧，你今晚被塞去高。前面开。塞去高一楼，我现在在录影。